大角咀力奇火锅店成交咗大概1150万到咧，系咩款式？带你过去睇睇。好，而家就企咗嚟呢个嘅大角咀呢个力奇火锅店呢一度啊。咁咧呢个位置嘅时候咧，而家就讲紧系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嘅5:32啊。咁啊，真系个龙埋呢阵翻屋企食饭啦。呢个就埃华街，准时翻屋企食饭，我仲要做老豆做老公啊！这个嘅大全街，这个大角咀啱啱经过嘅时候影埋呢单俾你睇。咁啊，前几日嘅时候咧就传出嚟系成交咗，就唔系呢个门面嘅，呢个系力奇火锅店啊，呢个系门面咧。咁啊，to be exact 咧，应该系呢个门面嘅侧边呢一间，系呢一间嘅铺。咁系呢一间嘅铺。咁我读到基本资料你听嘅时候就系大角咀嘅国祥街51-61号呢个第3号铺，影下成栋大厦先，影下楼上。咁啊，嗰個嘅呢個門闊嘅時候咧，就大概應該我都搞唔清楚，應該係大概諗十話建築面積咧，就係大概700大概幾多建築面積就大概係700尺到啦。咁啊，原本叫價就1600尺，咁啊成交咗就大概係1150万左右啦。因為全城力谷啦，嗰陣咁谷啊，租金就大概36蚊到，咁就去到2022年7月14日。話吹水啦，就係中銀啊估價嘅時候，呢度就係大概1800万到咁樣咁估價，你明啦。好，落真啲嘅門闊大概13-14尺，深大概我諗40尺到啦。咁啊，呢一個位置，呢個位置比較靜啲嘅。咁講真，呢度就好靜啊，好靜亂嘅呢個嘅大角咀。但係勝在嘅時候咯，估呢個力奇火鍋店都做咗好耐㗎啦。咁啊，同埋呢個咧就一年就租咗幾間鋪，咁所以我估都應該執笠機會唔大嘅，因為佢都繼續會做落去。呢啲位啱做火鍋店㗎啦。咁啊不過就只係話呢一段咧，可能肺炎最近影響嘅時候咧，就一定係生意會差咗好多。咁你問我如果呢個1150万左右咁大間鋪頭咁深喺呢個大角咀嘅時候，又唔差喎，始終大角咀咧，周圍睇下咧，呢個嘅恆基一大抽嘅樓盤啦，咁啊之後咧呢個好方咁啊，1234567期你好方嘅時候會落成啊，咁都會旺啲嘅。所以你問我，如果呢個位置我感覺如果1150万都 OK 喎，唔錯喎，我覺得一個6.5分嘅喎，可以諗得過喎，樣就衰啲，咁啊但係咧佢平時如果開咗門嘅時候睇翻入邊嘅話咧，你望一望呢個力奇火鍋店入邊嘅嘢，咁都 OK 嘅，咁我覺得 OK 嘅。咁所以就我覺得一個6.5分位，靜就靜啲啦，做火鍋就唔錯。好啦，咁啊，呢個好嘢嚟噶。如果揸中長線揸，會賺錢嘅呢個。而家衰啲啫，但係好景嘅時候好嘅。歡迎買家。